们一起加油！我在这里要第四次跟在场的所有朋友们致上我的敬意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现场的朋友们，请各位你们也不要忘记彼此致上自己的敬意，好不好？你们说好，那么就来试一次。中场的朋友，中场的朋友，这里有中场的朋友，请向内场以及外场的朋友致敬，好不好？我们欢呼。外场的朋友听到了吗？没有声音，听到了吗？内场的朋友也向内场的朋友致敬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向内场的朋友喊：内场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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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内场。走在一起，我们身为公民走在一起，永远走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要忘记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我昨天前天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，我一到教室我就问了我的学生，你们怎么还在这里？今天来到这里要告诉各位，原来你们都在这里，各位，原来我们都在这里。我昨天下午到师大做一个演讲，你把拿走喝下去，谈到土地征收，谈到土地正义，最后谈到去年的818占领的内政部，当时我就告诉所有的老师跟学生，818占领内政部算不了什么，因为现在人民已经占领立法院了。各位朋友，这是你我台湾社会所有公民真正的机会。在内，我的年轻朋友，为我们加油！我们就一起来开火！有没有果菜汁啊？下去吧，谢谢。有没有果菜汁的姜茶？大家一直说好，大家说好，这是我们共同的承诺。有没有果菜汁跟姜茶？有没有人要果菜汁跟姜茶？我们的承诺是退回福报。我们一定要完成它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想告诉大家，福茂跟土地征收有什么关系？它当然有关系，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不正义的本质。
因为我们都在追求正义，不是吗？各位，吴茂展现的就是不正义，而我们今天在这里追求的就是台湾社会真正的正义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各位，大家，我们公民有正当性，政府没有正当性，对不对？对。人民有正当性，警察就应该要保护人民，对不对？各位朋友，不正义的不正义的我们的特点，第一个叫做欺骗，叫做骗。各位，吴茂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不是吗？要啊，这我都想从他那边。没有。
太多了。哎，别管了。